咕哒咪咕哒咕哩哒咪咕啦，咕哩哒咪咕哒咕哩哒咪咕啦，咕哩哒咪咕哒咕哩哒咪咕啦，咕哩哒咪咕哒咕哩哒咪咕啦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给各位介绍这个调式。我想学音乐的人呢，很多人不知道啥是调式，那有的人知道调式，但是也不是很清楚。我想用三讲，第一讲、第二讲、第三讲来讲这个调式，希望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个概略的认识哈。好，我们看第一讲，啥是调式 ？mode 的英文哈 ，mode。如果你讲调式就是音阶也没错 ，mode 也是音阶也没错，但是它是重新排列的。我想你用那个文字来解释，你看任何的乐理书可能会越看越糊涂啊。我们还是做个解释比较好，啥叫调式哈？第一个我们先讲五声调式 pentatonic， penta 就是五， tonic 是声，五声音阶的调式。你讲五声音阶也可以，五声调式也可以。第一讲我们讲这个。好了，我们用这个简单的东西，你不要用文字来看，用这个来看马上大家就知道了。哆来咪嗦拉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认识简谱人就知道。你讲 C D E G A 也可以，那么中国人知道的宫商角徵羽角也可以，宫商角徵羽羽。你那这六一二三四五这五个音呢，我们叫五声音阶，那也就变成五声调式。为什么？它每个音都可以当老大，你这个音当老大，哆来咪嗦拉，这个叫宫调式。宫调式，你从这个音当老大 ，re mi so la do， 那就变成商调式。同理类推 ，mi so la do re 就变成角调式，然后 so la do re mi 变成徵调式，然后 la do re mi so 变成羽调式。所以它一个变成五个，这一个音有多少种可能？12个嘛。哆就是简谱的哆，他唱哆，但是有12个音呢 ，C 啊 ，D 啊 ，E 啊 ，F、G 都可以唱哆，所以有12个宫调式，12个商调式，12个角调式等等，所以有60个调式，这最简单了。哆来咪嗦拉就是五声音阶，那从这个打头叫宫调式，这个叫商调式，角调式、徵调式、羽调式。所以这个60个调式就很容易出来了。好了，我们用这个来看，这个名称啊，宫调式、商调式、角调式、徵调式、羽调式、哆来咪嗦拉，同调的调式都是一个调，都是一个调，都是 C 调，调号都是 C 调。这个是主音，多唱主音哆来咪嗦拉，商调是 re 当主音，来咪嗦拉哆还是 C 调，咪嗦拉哆来 C 还是 C 调，嗦拉哆来咪拉哆来咪嗦都是 C 调，这五个调式。那这个叫什么宫呢？假如这个是 C， 就是 C 宫的调式 ，D 的宫调式 ，E 的宫，它有12个。那这也是，如果 D 那叫 D 的商调式。E 就是E的商调式 ，F 调式 ，G 商调式，所以这又是每个都有12个，12，五个12，60个，还是60个调式。或者你看，再用 C 调写出来5个调式，你换另外一个调又是12个调式，又是5个调式，所以12个调又变成多少？12×5还是60个调式？我们现在讲的同调号的哈，这叫同调调式，因为。五个调式都是一个调，都是 C 调。好，每一个调式有12个，我们把它使用一种来看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用五线谱来看一下。有人不会看简谱，看五线谱。
还是同调调式，同调号的。这个公调是哆来咪嗦拉，你把 re 开始拿过来，来咪嗦拉哆，那变成双调式了。你把这个咪拿过来，咪嗦拉哆来，还是这个调，还是这个调，还是 C 调，绝调式。你还把这个嗦拿过来，嗦拉哆来咪，支调式。把这个音拿过来，拉哆来咪嗦。所以这五个调式实际上都是 C 调，全都是 C 调，所以调号一样，同调号，调号一样。这五个调式叫同调调式 ，C 调的，那你可以做十二个调，拿纸来写十二个，每个调有五个，十二个就六十个调式，六十个调式出来了。这是用五线谱来看的啊。接下来我们看同名调式、同主音，或者叫平行调式，平行调式同主音。还像宫商角徵羽，都是用哆哆哆哆哆来咪嗦拉，那这个音不唱哆了，唱瑞瑞咪嗦拉哆，瑞咪嗦拉哆 ，B 出来调了，变成调了哈。这个音唱瑞了，瑞咪嗦拉哆，这个唱咪，绝调是咪嗦拉哆瑞，变 A 出来调 ，A 出来调了。这个是嗦嗦拉哆瑞咪 F 调，这是唱。这个简谱，唱名就唱拉拉哆来咪嗦，一翻调，所以它调号不一样，但是主音相同，这叫平行调式。好了，每个音都可以唱十二个，哆地来咪发皮嗦西拉里嗦，十二个音，所以这个公调有十二个，商调有十二个，绝有十二个，支有十二个，余有十二个，所以还是六十个，不管你一个调里面有五个。或者是一个音有五个，都是要产生六十个。那我们用五线谱再看一看，请注意这个调号不一样了，这叫同名的调式，同主音，主音一样，这也叫平行调式，主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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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同，调号不一样了。还像宫商角徵羽，宫调式、商调式、角调式、徵调式、羽调式，这个唱哆，哆来咪嗦拉哆，哆来咪嗦拉拉嗦咪来哆。还像宫调式，这个 C 的宫调式，这个 C 不唱哆了，唱什么？降 B 调，唱 re re 咪嗦拉哆，哆拉嗦咪来，这个变成商调式了。C 商，这个是 C 宫 C 商，这个呢，这个唱降 A 调，唱咪咪嗦拉哆 re re 哆拉嗦咪。这个是 A 弗莱调的，那 C 的商调是，这个是 F 调唱嗦，嗦拉哆来咪咪来哆来嗦，就 C 的支调是，那这个是三个降 E 弗莱调，这个唱拉拉哆来咪嗦嗦咪来哆拉，所以这个变成什么？语调是，所以五个 C 唱名不一样，变成五个调式。这叫平行的调式，都是从 C 开头，也叫同主调式，主音相同的。好了，每个音可以唱多少？十二个，这个也要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，所以十二乘五还是六十哈。好了，两种方法都向各位介绍了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调式的总数多少呢？十二个调，每个调有五个调式。每个调都有五个调式，同调的，所以有加起来六十个调式，或者你用五个调式，有十二个音，五种调式有十二个音，那乘五还是六十，所以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，同调调式其算也是六十个，同名调式或者平行调也是六十个。好了，我们来推算一下。用五度圈推算，这个最简单了哈，又快又好。你先看这个五声音阶，哆来咪嗦啦，哆来咪嗦啦，哆来咪嗦啦。那你把这个半圆圈啊，放到哪里都是一样，就出来了。我们来看看，看出来了，哆来咪嗦啦，那是。简谱的唱
唱名，我们来看，然后 C， 你连续数五个，一二三四五，哆来咪嗦啦，出来了。接下 F 五声阶 F 的，那从这里开始，哆来咪嗦啦，连续五个，一二三四五。B flat 调的五声阶，哆来咪嗦啦，五个啊、嗯，随便你找哪个五声阶 ，G 的五声阶。先找五个，一二三四五，那就哆来咪嗦啦，所以十二个调，十二个五声阶一下就找到了，降一调，哆来咪嗦啦，是不是降低调了？哆来咪嗦啦，就把这个搬到任何地方去，嗯，一下十二个五声阶就出来了，十二个调五声阶，然后五声阶每个有五个，怎么推算呢？我们这样算，全部用跳进的，一律跳进，一律跳进，哆跳 re， re 跳 mi， mi 跳 so， so 跳拉出来了。这注意啊，找最后这五个音哈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看 C 调了，哆 re mi so 拉，然后呢，你随便从哪个音都是跳，嗯。哆跳 re， re 跳 mi， mi 跳 so， so 跳拉，拉跳哆，哆跳 re 又回来了。你先把那五个音找到，先找到那五个音。F 五声阶也是这样，先找到这五个音，一二三四五。找到以后，你看，哆跳 re， re 跳 mi， mi 跳 so， so 跳拉啊，就是按这个。但是 咪不能跳到那儿去哦，它一共这五个音，说咪跳嗦嗦跳拉拉跳哆哆跳瑞。好了，那我们先假如这个是 C， 公调，这个唱哆，哆跳瑞瑞跳咪咪跳嗦嗦跳拉。如果这个是双调，双调瑞。那你要看哆来咪嗦拉这样吗？哆来咪嗦拉 ，OK， 那就变成来跳咪，咪跳嗦，嗦跳拉，拉跳哆，来咪嗦拉哆来，这就是 C 的双调式。如果是这个唱咪的话，绝调式咪，那就变这样了。一二三四五，哆来咪嗦啦咪 ，OK， 咪咪跳嗦，咪跳嗦，嗦跳拉，拉跳哆，哆跳瑞，瑞跳咪，出来了，咪嗦拉哆瑞咪，叫绝调式。如果这个唱嗦，自调式，嗦跳拉，拉跳哆。哆跳 re， re 跳 mi， mi 跳 so， 变成 so la do re mi so， 变成 C 的支调式。那最后我们的 C 唱拉，拉，哆 re mi so 拉，这样看啊，五根哆 re mi so 拉，给拉，拉跳哆。哆跳 re， re 跳 mi， mi 跳 so， so 跳拉出来了，所以这那就变成 re mi， 不是拉，拉哆 re mi so 拉，所以任何一个音你可以唱哆 re mi so 拉，在这个五度圈一找就找到了，任何音可以唱哆 re mi so 拉，哆 re mi so 拉，哆 re mi so 拉，每个音唱哆 re mi so 拉，十二个音就变成多少？六十个调式。所以五声调式从这上面你回去看一看，一下就找到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把最基本的五声的调式六十个告诉大家了。我想学音乐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宫商角徵羽，你再问他怎么算他不会了，你问他几个五声音阶也不会了，然后以下的可能都不会了。那很多人学过音乐，哎，这个早就学过了，小学就学过了宫商角徵羽，你找一个出来看看 ，F 公，啊 F 羽，那找不出来的，不可能找到。你用这个，
六十个都找不到，你用小孩都可以找到，就是跳，每个跳，把那个这个记住，哆来咪嗦啦，然后一直找哆来咪嗦啦，哆来咪嗦啦，都是用跳进就可以找到。先把五十音阶会了，下次我们讲大调音阶，然后大调的调式，然后小调的音阶，小调的调式，把所有的调式跟各位讲清楚。好了，今天讲到这，谢谢各位。